来吧，王哥。嗯，今儿来点热乎的吧。电视溜来了。哎，电视锅来了。我叫你三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今天小菜挺硬，不过今天主打的是青岛风光系列。2022年的新产品，看没有？这个不用设计了，我告诉你哈，就让人摸不起来，知道吧？就让你倒一罐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一杯马，祝大家幸福美满，干，干。这得有个极大的肺活量。来吧，刘老师，给你上吸管了啊！上吸管啊！来，小区有这么几个老邻居，住得近，前后楼就这么嚣张。没错，任他封外面的小区，但我们可以聚餐呀！我重新带你们认识一下三阳老师哈，我后面楼的。老文哥一楼，程程老师哈，我前面楼的。别说外哥不向着你啊，给你撒上点。这本来应该男人40才能泡保温杯的，啤酒里面你来了。多吃点菜，肉你不爱吃。你这把这个摆这儿，文哥这是暗示什么呢？这是不是，怎么我这吸管也是绿色的？你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是真的在暗示我？哎，再来点香菜行吗？那现在够不够啊？够。赶紧给你嫂子打个电话，看干啥。你知道香菜在山东这边叫什么吗？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。嗯，我给你们个机会，在评论区告诉他山东这边、青岛这边香菜叫啥。来，咱先碰一下，来个 CC 酱。CC 酱。哦，怎么这么慢，净耽误在这加。不是啊，这个是我喝的真快，是有个枸杞的堵住这头了。我说怎么这么慢。来，咱吃点这个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，怎么绿油油的？这个叫马尾藻。嗯，我觉得这个马尾藻特别好吃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觉得特别有咬头的，带有海的味道的东西。你可以尝尝啊，上网上买还是怎么弄？我第一次吃这个，来多吃点。三阳老师，弟弟就不吃绿色蔬菜了。你吃这个东西吧，不一定谁绿谁。哎，这话说的我真行得正，啊，行得正，走得正。还好我没男朋友啊，所以行。在喝酒方面，如果喝酒的话，就是看做人的话吧。我的妹妹做人没有毛病。为了找男朋友，我干了这杯啊。你找不到男朋友了，妹妹，你这酒量太强了，以酒会友，他们只能是玩。文哥给你陪陪。对啊，再来。在文哥这边的粉丝当中，必须给你安排上，来陪上。啊，哥，文哥。三阳，你干嘛呢？哥今天舍命陪，好家伙，你也不是君子。好，哥陪你。卡了受，哭了。交往的好兄弟不多，但是碰上你这种吧，打不烂、打不退的吧，我确实少见。喝多少酒吧，三阳老师给你坐桌上，不带退的，吐了。几次回来还敢跟你喝，这才是好兄弟。没错，就是滋儿，青岛话就是滋儿。那啥滋儿？谁说滋儿？金滋儿，金滋儿。问哥，恁这怎么地？怎么地？恁干了还是怎么地？怎么地？恁得怎么地啊？恁干了你还得怎么地啊？对、啊，别，等会儿我没说完。哎呀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不一样的小花朵。怎么了，花朵？给三阳老师上吸管，枸杞咽了吧。嗯。